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你好。好，欢迎。莎莎哦，莎莎。莎莎老师。先帮你们喷个酒精。好。34.41。那我们要走了。回家，不要再叫了，再试一次。35.4。哦，回温的，回温的。是很低。怎么没有数字吗？量不到。鬼鬼，你到底会不会用啊？你不要在客人面前。今天是不欢迎客人，是不是？哎。坏掉了。一开始就给我粗包。怎么这样？对不起。把它坏掉。来。有吗？几度？34.6。哦，这么低。好像没有超过38就可以了。来，给我们介绍一下哈。好，你好。这就是我们的开放式厨房。哇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这三位呢，待会要服务你们的。好，有任何的需求，随时交代我们。好，来，我先带你们去一个我们这个非常有名的地方。哎，这边的座很好哎。来，两位请坐哦。精心挑选，谢谢。请坐，请坐。哇，两位，我们有准备气泡酒跟白酒，请问需要什么？我要气泡酒。气泡酒。气泡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气泡酒是有酒精吗？是有酒精。我开车。我们也有无酒精的饮料，可乐跟雪碧。可乐好。可乐。好，我要酒。好，谢谢。像这种餐厅，你们一般会听到一些爵士乐啊什么之类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音乐吗？因为在这里，我们希望以环境的声音，让你感觉到我们风的声音、海浪的声音、海浪的声音。听到是厨房里面的声音。哦，对，厨房给我闭嘴啊！厨房给我闭嘴啊！粉蒸的融化，为什么太烫了？因为刚才铁锅太烫，放在上面就融化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还顺利吗 ？OK。他们是不是不喝酒？我要问他们冰块啊。喝酒？问他，你根本我们没有冰块。有。没有，什么样冰块？白酒哪有在加冰块？白酒没有加冰块。不是，没有人在加冰块的。他是要可乐。你们可乐女生不会吃喝冰的。好，你们做你们的。那你们先在那边先休息一下。好。先不吵你们，让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这边的环境，好不好？我去督促他们。好。谢谢，你师傅也很适合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不好意思，客人，你的可乐要冰块吗？帮我去冰，谢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很好。他不要冰块哦。要温的。你们一位是姓张，一位姓沙吗？啊，姓钟。哦，钟跟钟跟。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是你们？请问谁会姓沙？